开始有二十几个吼，啊，尾啊渐渐减少，就是因为迄当阵再去起来新华乡，咱工地这边嘛拢在进行，大家施工者有时间拢爱付出，哦，铺人所砖啦，长久来，大家有人体力负荷不了，啊，然后就人数渐渐就有诶减较少。因过啊，我都拢未晓剥剥摸摸吼，像这个羊，一羊羊都二百七号诶啦，啊，我就是用安尼落。落去研究起来，无我哪会晓？我不泼墨，我也袂晓啊。所以我早啊时，我拢含阮师姐较早来，原因就是安尼。啊，因阮乡下地方吼，伊拢住住较偏僻啊。啊，早时尤其寒天透早吼，较暗吼，伊拢较唔敢出来。啊，但是我拢会甲听到的话，吼。啊，做环保做了的时阵，会甲因分享，啊，因嘛拢足欢喜的，安尼。啊，未来我的期许就是讲。志工早会，那因缘具足，我希望带动这环保志工来志工早会，迄嘛是另类的一种训法乡。去年的三月三号，上前那当阵为着要恁地主要成长会命吼，伊讲用他的骨当笔，用水当墨，然后用皮肉当纸，啊，要互咱地主成长会命。听下这句话的时阵，我就感觉讲地主真正爱即刻要来新华乡来成长，来吸收上前的法啊，成长会命，免阁等甲讲政治党好甲来顶档安尼。一开始的时候先租厝的，用租的吼，大家都这个月我先租啦，后个月上就拢大家师兄姐安尼来扶持。当初。万里的环保站吼，因为驻村的时间到，啊人要爱吼，所以迄当阵就甲咱就无迄个供销的场地。哎，迄当阵咱供销啦、开会所在拢伫个师兄姐姐家进行。啊，尾下时咱嘛是有租着一个临时的场地，吼来做供销开会的所在。迄个所在都伫个人的民宅边啊吼，啊咱伫遐听上年开始吼，啊咱袂用上大声，车嘛袂用去动啊。你大家学倒摆去啦，而且去上大声，共吵着，所以大家都很静很静。然后唱回向的时候，声音都关小，就是这样子。世渊师兄目前是西罗的和气队长。也是最初西罗熏法乡的带动者，因为感念上人传法的迫切与辛苦，等不及西罗净思堂完工，所以在他的想法里，熏法乡的第一要点就是要有一个场地。虽然场地有了，人也有了，一段时间后，热情却开始减少了。开始有二十几个吼，啊，尾啊渐渐减少，就是因为迄当阵再去起来熏法乡，啊。咱工地这边嘛拢在进行，啊，今日当阵六点半到十点半，啊下晡点半到五点半，拢爱做，大家师兄姐有时间拢爱付出，哦，铺人所砖啦，一寡代志的一个进行，安尼斗三工，啊，长久来，大家有人体力负荷不了，啊，有人较散，啊，家长就唔甘，啊，然后就人数渐渐就有诶减较少了，无退转钱呢。上人都这么用心地教咱地主，咱地主哪会用呢？搁比上人搁较一个偷懒的，调整咱家己的心，啊，调整咱的心念，
代志，就用去达成这个目标。虽然是忝，但是我感觉迄拢可以克服的，迄拢可以克服。回来的时候若无了解吼，做了无详细，咱迄个中教处国际师兄才有去整理迄个笔记吼，咱搁家做参考，咱会用搁做更加完整安尼。上前常常去讲吼，讲咱文法听法，咱来搁做一个传法者，要做一个传法者，咱家己爱更加搁较深入来了解，了解了后，咱到落去甲去伫做啦，平常时拄着师兄师姐啦，就讲咱到落甲上前的法，大家互相这样互动安尼。你看世渊师兄家在西罗镇热闹的中山路上，平常没有勤务，他都是在眼镜行里看店做生意。除了空闲时温习当天熏法相的内容，也想着如何时时刻刻再把上人的法传达出去。一般人家来，还是师兄弟来吼，一般就是咱看伊姻缘啦。用伊来新华乡就新华乡，啊，未用伊咱读书会时，就该招过来做读书会。感觉上人所讲的一句就讲，有缘就有力。只要咱有这个缘，有这个力，认真要来招呼，啊来克服，应该拢无问题。吼，是不要退缩，要正面的思考，那个力量就会汇集过来。好，这里加的，那加的，然后师兄姐给我们力量，那个集中起来的话，那个力量就产生啊。我感觉说没有什么事情是没办法去完成的，好，就是这个感想。就是这一股不退缩，这一份闻法传法的愿力，在西罗推动熏法相的这一年多来，世渊师兄想尽办法一直在努力宣导。透过做生意和客人互动，甚至连在每周二的读书会上，也是同样的不遗余力。他说：“熏法的配播就是有愿就有力。”啊，这咱西丽环保站吼，啊，哎，菩萨，大家好早。啊，这就是咱拢直接去做分类的呢。我怎啊带你来看咱西丽环保站的报？来。好，这款这杨明进师兄是阮西丽环保站的土地公，因为退休了吼，啊拢直接安尼定收掉的，啊敢看前看尾吼。啊，你当初哪会吼？恁查囡带恁来做环保地公好？为什么？你是看到啥物？看到人咧做吼。哦，啊，我做的讲，哎，我搁有饭好食，哦，我都愈做愈爱做啊。你当初来是看到谁在做？伊叫了做饭，啊，啊，迄个煮到尾啊，了后伊无用好煮，我落去煮啊，我煮差不多六五六年有啦。啊，你讲的玉山师姐是伫倒位啊？即马人迄个厨房。我当时想说，在那边做的话，我们大家真的是也是蛮幸福的啦。我想讲啊，在那边简单的面食啊，还是怎样哈，我们可以简单的吃，都是我跟师伯这样，还有时候会请社区的一些菩萨哈，帮忙支援。师伯哈，讲实在，伊小时候诶，伊拢反正哈，就是点点啊做，也袂跟人计较啦哈。我在那边做的时候，干嘛讲？有人在斗三工，咱最欢喜心的吼。爸爸较早呢，因为吼对家庭较无责任啦，啊爱掺料的菜，爱饮酒啦，啊所以我甲伊的互动嘛无讲足亲的啦。啊，因为呢，就是感觉讲
实际的事业体里面，就感觉讲环保足适合这个，尤其老人家上了年龄，吼，甲接引入来应该是较紧啦。啊，所以就甲接引入来做环保。啊，伊伫环保的当中呢，伊就改变过去遐个拢无好的习气，嘿，甲遐吃喝标准拢改掉的。啊，而且即卖呢，吼，伫环保场呢，佫足精进的，看到看过，啊，大家甲好者，我号叫做柯迪康。喜静师姐在进入慈济的十来年岁月中，除了接引爸爸妈妈加入慈济，自己也承担西罗环保干事的职务。说起西罗联络处的前身，可是来自西罗的环保站。而说起环保站，就得从廖友显阿嬷开始说起。在廖姐阿嬷吼，伊家己做环保啦，伊唔是租借人，伊咧社区做环保吼，啊，伊的钱拢每个月会给慈济20000块，他自己划拨到花莲去，我想不到说缘起是从那边，啊，就因缘就从就这样来的。从廖友显阿嬷家的门口开始，这样的因缘让西罗正式加入垃圾变黄金的爱地球行列。西罗的环保志工们从一个变两个，不断的增加，而西罗环保站也一样不断的在搬迁，从门口到租地，从租地到空地，一换再换，说不完的辛酸事。师姐，嘿，今麦来这是啥物所在哦，来这吼、是阮较早的环保站，你甲看，咱的人间菩萨招生的扛棒足水的，还搁伫遐咧，有看下无？较早遮呢，吼、是玻璃区，吼、过来遮呢是待分类区，就是咱物件为社区载转来，集中在这个地方，吼、这两块，吼、啊对面呢是对置区，就是软塑胶啦、硬塑胶啦、铜啦、铁啦，啊，最后面是绿地公园，很漂亮。其实那时候要搬离开这边呢，心里真的也很舍不得，但是呢，有舍才有得，真的很舍不得。以前这里真的是很漂亮，也在这边造了很多的菩萨。因为广兴路环保站当时做的有声有色，不仅是做资源回收，还是人文教育最佳的示范场所，所以让上人有了成立西罗联络处的想法。在联络处还没盖好之前，环保站也只能择桥下空地而居。直到2014年西罗联络处完工之后，西罗环保站才终于有一个稳定的家。那成语开始，师父成语开始嘛，搁咧讲啊，伊讲有一个妈妈，两个囡仔。一个后生，一个查某囝，拢伫遐。啊，女儿已经往生啊，儿子村，即马儿子嘛是阿哥咧加护病房。所以上人说，我们就是大家呢，真的要戒慎虔诚啊。我就想讲，啊，洗头，啊嘛想到个洗因的心啊。上人的话拢做生活化的嘛。他会主动帮忙人家，他会还有看到一些比较喜静师姐从16岁时就和妈妈一起在家中美发店工作。2013年3月开始，她每天早上做环保的课程，还多了闻法熏法香的药物。她说，能专心闻法做慈济，要感谢的人就是妈妈。因为妈妈较早食苦啊，拢感觉讲爱赚足侪钱。无钱的无安全感，嘿啊！啊，即马哦放下，即马拢扶持我和爸爸去环保站。对啊，你看到爸爸，奈无看到爸爸？哦，爸爸中昼顿来休息一下，就拢搁去环保站啦。啊，伊爱去啊，看头看尾啊，下晡时有伊，下晡时的工课啊，比如讲平酒干啊，啊采一个刺啊，爱整理理啊，看头看尾啊。杨明俊师伯从女儿接引进慈济后，不但受证当慈诚做环保，还轮值煮饭给环保志工吃，不但越做越欢喜，连下午不做环保时也待在联络处。爹，啊，咱都正义啊，恁哪个比较做啦？啊，我都拢扛我转的，拢扫家、清家，我都拢看头看尾的。大家人拢嘛，大仔啊，透早拢啊，含阮叔姐拢来开门，啊，搁兼开机安尼。啊，无叔姐，你明仔载来到阮金华乡。
咱时间到啊，好来去啦哈。袂啦，啊！都爱赶紧来开门，啊！过来开机，来练开机安尼。好啊，安尼行。好，行。老人啊，困，拢到四点就袂困去啊！我想讲。我若来开门，人遐开机的人拢足晚才来吼。我想讲，安尼我的时阵吼来开门，阿妈来有开机吼。我若有开机落去，我先来啊开机落，啊人因遐来人唔在，你看嘞，无开机落上少嘛，爱咧要几十分的啊。顶是我的名啦，因过后我都拢未晓报报忙吼。啊，一个主办的迄个到了一个书记啊，啊伊讲我甲你教呢，像这个羊，一羊羊都二百七号的啦，啊我就是用安尼落去研究起来，无我哪会晓，我报报忙我也未晓啊，所以我。在啊，是我拢含文书借较早来，原因就是安尼。杨明俊师伯熏法香后，自愿担任开机。不会注音符号的他，小 paper 真是可爱。密密麻麻的数字写满了小纸条。他说：“别误会，这可不是在签六合彩。”无地球吼，会开始你要发烧啊！咱就爱认真落去捡，爱落去做环保啊！进前无清洁箱，阮拢透早迄个时间就来捡啊！阮就来运动兼做环保啊！容易甲咱讲，发烧先，啊，就爱先洗地球。叔伯、叔哥，运动回来嘿啊！啊，来用餐哦。啊，今天有捡有资源无？有哦。有哦，啊，幸好，今日来手洗洗来用早餐。感恩哦。叔伯，啊，今天叔，下早熏花香，你听到多一段，你无跟我分享者？那就嘉义迄啦，嘉义迄个个案无？嗯。因家无这个啦。从前讲啊，改迄个坏习惯。来改掉，那无我呢，因几个拢逐日饮酒吼。你肝拢嘛红起啊？你若能到即摆来，我看差不多，那王心是王净土。啊，虽然在改变啦，对伊来讲，你感觉有啥物款会较好的所在无？变做心就较清净啊。哎呀，有心都不难呐。叔伯，啊，你用餐用完未？哎，差不多啊。哦啊，即卖用完吼，咱好款款的，吼啊来环保站好上班啊吼。好啊，行嘿，好。慈济人说，做环保无烦恼，对喜静师姐来讲，做环保无好所在，人都无要来。很艰苦，就是迄阵。地师有敢买啊，啊，毋过拢无种地，嘛毋知当时要去。啊，迄阵八月天阁台风季，常常咧落雨，啊，阁足热。啊，迄阵阁无水、无电、无电锁，啊，环保局敢拢讲足无方便咧，拢甲我讲师姐安尼，我唔爱来啊。
我做到真正想要哭，是大家阿公无爱来啊，我真的想要哭。啊，不过呢，我袂用哭，我哭我要安怎？我爱勇敢，所以我就甲师傅的师傅的话提出来。伊讲吼，只要有心就不无难啦，吼。啊，如何款的环境，咱如爱去克服。啊，后来我就发愿讲吼，要一个一个甲因爱倒转来。要做慈济事，就要闻法度。习静师姐在遇到困境时，常把上人的法拿来用，感觉到闻法喜悦，心境也豁然开朗。这么好的法，怎么只能自己独享？要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人也能够闻法熏法香？来，各位师姐菩萨，来，咱今麦吼看过放嘞吼啊！会使我有听到书熏法香的书，有听到书讲一个个案，啊，我等下甲恁分享。啊，因阮乡下地方吼，因拢住住较偏僻啊，啊，早时尤其寒天透早吼，较暗吼，因拢较唔敢出来。啊，但是我拢会甲听到的话，吼，啊，做环保做了的时阵，会甲因分享，啊，因嘛拢足欢喜的，安尼。啊，未来我的期许就是讲，志工早会，那因缘具足，我希望带动这环保志工来志工早会。黑马是另类的一种熏法香，因为志工早会上人每天接触的就是当天的人事物，嘿，所以较生活化。因为我较无闲，我拢为师姐听来。阿妹啊，今仔哪来啊？嗯，无，即要较闲，较闲较无闲。所以安尼师姐安尼甲只单工的安尼甲恁讲啊，安尼是毋是足好？足好啊！当然就好，师姐大家拢都爱来。阮拢来，搁兼职足济人。我听伊上喜欢，就是讲手做好代志，吼，啊嘴也讲好话。啊，咱着爱每工有只安尼来做，安尼咱手不管是拢做好个，啊心肝逐工着上好个，嘴拢讲爱讲好话，结善缘。所以咱学佛的人做足济，咱拢一定爱知影。师父讲，无好个境界若来个时阵，咱来欢喜啊接受。西罗，一个浊水溪畔的米乡，因为有了环保站，让这些淳朴的人们可以发挥他们的良能，把垃圾变黄金。更因为有了环保站，让慈济的家在这里立足生根，种下善缘。而为了接引更多的人间菩萨来修福慧、种福田，这三位西罗的师兄姐们可是佩服景殿呢。